你们今天夜班一定要重点看护秦林瑶的病人。好的，高院长。好，请吧。哎，高院长。哟，雨晴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爸心脏病犯了，做了手术。那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主刀医生是谁啊？啊，是徐医生给做的，现在已经在恢复阶段了。嗯，那就好啊。我对清风的医术很有信心。那这么着，我跟你回病房看看你父亲。 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你一定要来找我。那我将来就不客气了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我说，怎么还不来查房啊？着急啦？乡里需得慢慢来。去，别胡说啊！我可没同意咱们闺女跟那个小子处对象，我就是问问我的病情。妈妈。 高院长来了，哎呦，高院长来了，来了，哎，快坐，坐吧，坐吧，来。我遇到雨晴，我才知道关进医院了。哎，怎么样？现在好点了吗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哎呦，高院长啊，上一次您亲自登门为我看诊，这回您又特意来看我，谢谢。真是谢谢啊！哎呀，老关，哎，我欠着雨晴天大的人情啊。 要还的还远远不够呢。是，雨晴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别问了，没事儿。嗯，雨晴，都不是外人，没什么好隐瞒的。啊，徐清风是我的儿子。啊，我年轻的时候因为一些矛盾和误会，他妈妈跟我离婚了。清风不愿意面对我，就递交了转院申请。他现在能够留在咱们燕西医院，多亏了雨晴啊。 哎呦，那个高院长，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，是您的福气大。是，您别太客气，雨晴能帮上忙是好事儿，不算人情。嗯，雨晴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，我一看见她就非常喜欢了，是吧？嗯，希望雨晴能够跟清风好好相处啊。那行，老关，那我就忙去了啊。好。 雨晴啊，还是那句话啊，有事随时找我啊！哎，谢谢啊，高院长。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啊！哎呀，徐大夫是高院长的儿子，这父子俩可是德高望重的。哎，这下徐大夫又加分了吧？嗯，这。 确实倒是弥补了一下他妈妈那边的减分项，啊！行了，吃饭吧，你女儿给你带饭了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廖总那边谁跟进呢？啊？这数完全不对啊，这个。哟，都已经回来了。嫂子好，我们这儿开会呢，那个马上完啊。过来一下，有话跟你说。 你现在就打，现在就给廖总。什么时候过来？啊，没什么。哟，你这待会儿还得回医院啊？对，跟妈换个班儿。太辛苦了。爸怎么样了？醒了吗？醒了，幸亏遇到徐大夫了，要不然还挺危险的。哎，行，没事就好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谁也不愿意遇到这种事儿。什么时候让你同事撤呀？ 啊！我们正团建呢，头脑风暴。陈志军，别再装模作样的演戏了。你放心，现在就算你亲自去请爸妈，他们也不会来咱家住的。哎呦，椭圆，你说这么多年，就我对你父母就像对我自己亲妈亲爸一样。你说你要这么误会我，我真太伤心了。 我还得去医院，你什么时候让你同事走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。
对不起啊，你说咱们啊，没白天没黑夜的在一块待着干嘛呢？不就是想拧成一股绳，咱共克难关吗？对不对？这怎么这就有些人这就搞特殊的，大晚上这还往外跑，这有多闲呢？我跟你说，平时你们的私生活我不管啊，但这是什么时候？ 这是特殊时候，知道吗？这以后再有谁犯一次的话，立马给我走人。我的团队从来不养闲人。阿姨好，阿房子。阿姨好，哎，你好，关叔叔，感觉怎么样啊？徐大夫，谢谢你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托您的福啊。来检查一下啊。哎，好。 吸气，呼气，听这个，哎，吸气，呼气，各项指标都不错。哦，哎呦，托您的福，谢谢。 咱家一情拉到饱了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雨晴，我今天有件事情要告诉你，清风已经跟林杰分手了。清风真的是很优秀，有机会你就要好好把握。 哎，过两天就要出院了，住哪儿啊？哎呀，也是哈。这咱出去了，住哪儿啊？振雷，你住院那会儿晃了一下，可是这都多少天了，怎么没见着他的影儿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有他两个姐姐在就行了。你看，非得拆是你儿子不可呀。说实话，那天。 看见振雷哭得稀里哗啦的，我这心里还真挺感动的。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也就只有亲生的儿子，他才这样哭得亲爸的。行了，我告诉你，也就只有亲生的儿子，他才这样哭得亲爸的。行了，姐，说你都气得心梗了，还这么护着儿子，人家给你块糖吃，你就美得屁颠屁颠的。哎，少在我跟前说儿子不好啊。我的太闷得慌，我出去透透气儿。哎呀，徐大夫都说了，让你少活动，你不是最听徐大夫的吗？那徐大夫还说了呢，得保持心情舒畅。我出去溜达溜达，我心情舒畅。好好好，你慢点啊，我陪你去。可可啊，你告诉叔叔为什么不吃饭啊？ 心情不好没胃口，不想吃。啊？怎么会心情不好呢？医生叔叔，如果你做不了自己想做的事，难道不会心情不好吗？你想做什么呀？我想当医生，每天也给病人看病。如果叔叔可以让你当医生，
那你是不是就答应叔叔可以好好吃饭了？拉钩，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，等我死了你再变。来，盖章，答应叔叔了啊。可可，原来你在这儿呢，徐医生，谢谢你照顾他了。没事，走吧。徐医生，好有爱啊！刚好路过，看到你跟这个小朋友在说话。啊，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在我们这儿住院呢。 最近心情不好，不好好吃饭。看你说你有办法让他当医生是什么办法呀？你有空吗？有，陪我出去一趟。你不会要抓娃娃吧？对啊，你会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 要不要先去买 B？ 抓这么多的娃娃干嘛呀？兑现承诺。没洗怎么吃啊？哎，振雷啊，你想好了怎么跟你爸说吗？想好了。哦，雷雷啊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当务之急呢是要安抚好你爸，要不然他一生气。 站到你二姐那阵营上去，那咱们可真的是没有话语权了。没错。哎，贝贝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下午请了假，去医院看看关叔叔。哎，贝贝，你怎么能随便请假呢？你也太不在意你的工作了吧？关叔叔他都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一次医院都没去过，连个面都不露，太不合适了吧？ 你关叔叔又不是说这一天两天就出院，等到休息日再去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休息日去，你全天照顾他，我跟你爸都没意见。你说你现在请假去，万一公司领导找麻烦，你失业了怎么办啊？对呀。啊，雷雷，是不是？啊啊，爸妈说的对啊，休息日再去啊。对呀，我们正打算跟雷雷去一趟，这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啊，乖，听话。 赶紧上班去，走走走，乖，听话。可是，别可是了啊，走啊，拿上你的包啊，孝顺父母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在乎的一切大伙儿，快走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贝贝。好好上班，好好上班。快去吧。雷雷，嗯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。对，放心吧，爸爸，我心里有数。嗯，小白兔，你。
行了，赶紧休息吧啊！我跟你说，不如咱们借着这个救命之恩，请徐大夫到家里吃个饭，撮合雨晴和他在一起，怎么样？对对对，把高院长也请上。哎，你没听他说吗？都不是外人，明说喜欢咱们雨晴。是啊，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哎呦，我是心里还暖乎乎的。爸，我来看你来了。哎呦。儿子来了，看一眼，你看看，你看买什么东西啊？钱自个儿都不够花的，不用老惦记我们。亲家，你好。亲家，哎，老乖，这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把我们给担心坏了。是是，帮我给你弄点水果去啊。哎呀，老白啊，哎，我听雷雷说，说你这手术做得非常的成功。是，这一下我们俩心里这大石头就放下了。还有啊，老乖。像咱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啊，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，这也算是帮儿女的忙，对不对呀？是是是，是那个谢谢二位亲家，你看我这事儿还让你们给惦记着。是，哎呀，这说到底啊，这您住院这件事儿全赖我们。你说当时这话赶话的，怎么就吵起来了呢？是是是是，其实啊，两家呀、啊、都是为了儿女的幸福。嗯，你说这一片苦心，他就被误解了。这现在想起来呀、啊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哎，今天啊，我们是特意向二位来道歉的，千万别再往心里去了啊！哎，不影响，婚事还是婚事，亲家还是亲家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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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是是。嗯嗯，我去下护士站，该打点滴了。哦，哎哎，你在啊，先忙先忙。好，对，刚才亲家说的对，这个事儿咱们就算翻篇了。哎，以前不是都是为了孩子吗？是是是是是。哎，振雷。哎。来了，对对对对，来了，就陪老爷子好好聊聊。哎，我们去看看嫂子忙活什么呢？行行行，聊，快聊快聊，随意啊，聊聊聊。哎哎，好，哎，来，那是谁？哎呦，好好好好。啊，哎，这有个诊所。哦，是啊，你说到我心里。哎，关雨晴那不有辆车吗？他反正也不开，要不让他把车先给我解决了。关振雷，我不是不让你来医院吗？你干嘛来了？跟爸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合着在这儿等我呢，是不是？爸就是被你气到医院的，房子的事还没解决呢，现在又要车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是我亲爸，我来看看我亲爸怎么了。我不是关家人吗？房子，你仗着有你自己的名字，你爸这不给我，可以，我也不卖了。这下你满意了吗？我现在就想好好找份工作，
你说你上下班都有通勤车，你平常也用不着，整天到处飞，拿给我开网约车，我既能挣钱，又能帮你盘活闲置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帮我盘活闲置，那是我的车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你怎么总能够把别人的东西堂而皇之的说成自己的？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别人？对。爸，听清楚了吗？我没有污蔑他，他根本就没把我当亲弟弟，也没把我当官家人。你关震雷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要动手是吧？啊？干嘛呀？这怎么回事？关雨晴，你干什么呀？那么大声嚷嚷什么呀？叔阿姨来了，说呢。关雨晴，上回啊，上回你害我腿差点瘸了，我就没说什么。你现在还要当着爸的面动手，吓不吓人呢？你啊？你跟他动手了？哎，我什么时候跟你动手了？哟，中。在酒吧，震雷的腿因为雨晴差点折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都下不来。雷雷可怜了，爸，我受了多少气我都一直忍着，我没敢告诉你，我就怕你伤心。那你现在这腿怎么样了？现在跑多了，多亏岳父岳母照顾啊，不然我真的就差点就瘸了。爸，我没打他，你怎么这么能演呀？哎，要不要我买个轮椅配合你啊？哎呀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？那是你弟弟，你当姐姐的就不能让着他点吗？我没打。雨晴，腿折的事儿呢，咱就翻篇了，咱不说了。还有啊，震雷结婚，你不想出钱那也没有关系，但是现在震雷想好好找个工作奋斗一下，你还不支持？我跟你讲，你这姐姐当的也太说不过去了，是吧？啊，哎，你看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这个姐姐这是病房。你们已经打扰了病人的休息，请出去。徐清风，这又有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 VIP 病房，这只有我爸一个人，我打扰谁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关家的事儿，现在没你什么事儿，你不要老插嘴了。你出去吧。关震雷，对徐医生客气。不好意思啊，徐医生。你要有事你就先忙。嗯，这边我会解决好的。有什么事儿就给我发微信，实在不行我叫保安。爸，你好好歇着。关志来，跟我出来一下。我不，万一你又打我怎么办？我答应你，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，我们好好聊一聊行吗？不可以，爸。你真的得好好给我做做主，你看他挣这么多钱，你真的要支持这种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啊？关震雷，怎么着？你背着我们卖房子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爸现在还没出院，你又跑来要车，当着你岳父岳母的面，你胡搅蛮缠，你简直是臭无赖！你说谁无赖呢？你。你说谁无赖？别冲动！你再说一遍！你看你慢点的。哎呦！爸，你别动！老关，哎呦，关雨晴，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？关雨晴，你不在乎你弟弟的死活也罢，但你不能当着你爸爸的面刺激他呀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你千万别着急。老关，你就当没听见的啊。都怨我们，都怨我们这个当爹妈的没本事，不是吧？帮不了震雷，才走到今天这一步。爸，雨晴啊，震雷千错万错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一个富的帮帮穷的，你吃点亏也不损失什么嘛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你歇会儿，别吵着行。都到什么时候了，你都不管你自己的身体了，你还向着他，你为什么呀？他就是因为怕你把他从那个房子里边轰出去，所以他才想出来要卖这个房子重新买房。这个事儿不能全怪他，是不是？你是当姐姐的，你就帮他一把，把你那个车先给他，行不行？说了半天，都是我错了是吧？为什么每次一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你就要向着他？你只有他这一个孩子吗？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啊？关雨晴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还想认爸吗？你闭嘴！行，关震雷，恭喜你啊！你的目的又达成了，你赢了。车我可以给你，看。
看在爸的份上，我把车给你，行了吧？你还想要什么？你说啊。雨晴，雨晴。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听说你爸住院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在哪家医院？我现在过去。啊，没事儿。那个，我爸手术做得很成功。他也需要休息，你不用过来了。而且你这两天要飞，你也得要保证睡眠。别管了啊，没事儿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上班？我这两天请假了，王灿没跟你说吗？王灿让我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告诉你，免得你心烦。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有些事情你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。你怎么这么磨叽啊？那你说。趁着你休假这几天 ，Team 主动请缨，说要代替你给新的学员上培训课。小沈跟我讲，领导觉得你家务事太多，飞行任务重，两者不能兼顾。蹲着干嘛？怎么不回家啊？妈，没带钥匙。钥匙呢？我落在医院了，我一会儿去取。
去我们家吧。没事儿，我一会儿雨停了去医院就行了。起码先把头发和衣服吹干吧。你爸现在住院，需要你忙前忙后，你现在没有资格再生病了。不行，先住我这儿。妈，睡着了。吃了药就睡了。来。哎呀，今天雨晴啊，肯定又得伤心了。是啊，郑雷跟他吵成那样，再加上爸。其实爸心里有雨晴，就是一碰到儿子的事儿吧，他就不公平了。也不知道他这心什么时候才能摆正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他明不明白，雨晴这么忍着让着震雷，那还不是全考虑到他心脏有病啊？真是。爸呀，就觉得雨晴有本事，多付出一点没关系。可是他忘了，有本事的人也容易受伤。是啊。姜茶。啊，谢谢。自己来就行了，把头发擦干，要不然会感冒的。嗯，谢谢。卫生间里有我的衣服，你要不介意的话可以换一下新的。嗯，好吧。啊，里边有吹风机，头发吹干啊。好嘞。还合身吧？可以的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好香啊！我猜你饿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一天都没吃饭了。平时就吃这个呀。有的时候手术结束太晚了，就吃这个方便嘛。你这么对付，怪不得你妈每天都追在你后面给你送饭吃。哎呀，没办法，外科医生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，吃饭只是我们维持生命的一个环节。有的时候为了省时间，我们早餐吃六个鸡蛋两盒牛奶，这一天就不再吃饭了。六个鸡蛋啊？对啊，而且如果一天连着做几台手术，我们有时候还会用成人纸尿裤。那好辛苦啊，所以你们的职业真的很让人敬佩。我们也喜欢你这样的患者家属。哎，你弟弟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？我爸心脏又不舒服了，我怕气着他，就举白旗投降了。你爸这次怎么犯的病啊？被我弟气的呗。我弟要结婚，把我爸我妈骗出门，搬到郊区去住，偷偷把房子卖了。啊？哎呀，你爸有你这样的女儿，真是他的福气。哼，服什么气啊？我都这么孝顺了，可是他还不满意呢。但凡我爸的感情天平能朝我这儿倾斜一点，也能不讲道理的站在我这边，哪怕只有一次，我这心里就能好受很多。能看得出来，你爸确实有点重男轻女。你是从小被你妈当作手心里的宝呵护长大的，即使父母离婚了，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宝贝，所以你根本就无法理解像我这种千年老二的苦恼。被当成独一无二的宝贝，也未见得是件好事儿。哎，其实我姐不是我妈亲生的，我妈就怕怠慢她，所以事事都想得特别的周到，对她可好可好了。我虽然很羡慕，但是我也能理解。那我弟就更不用说了，三代单传，
所以，哎呀，我爸把他捧的呀，真的是捧到手心里都怕被化了。但我还是很感谢他们，把我送到了航校。他们付出了那么多，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为这个家多做一些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我爸和我弟也不能这样无条件的压榨我。每次想到这儿，我心里好难过。理解，你是在经济上被啃小，我是在情感上被啃小，咱俩半斤八两。有的时候我面对我妈，心里就像踩了一头大象，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你妈想占满你的生活，可是我觉得挺好的呀，起码不偏心，而且那么爱你。但我是我自己，我跟我妈是两个个体，她不能把我还当成像在她肚子里一样，什么事儿都要管啊。为我们的同病相怜，干一杯。来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过来。哎，没事儿，我都没发现，我真没事儿。坐下。是不是职业病又犯？没事，我自己吹吧，谢谢哈。你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创可贴。这么可爱啊！真没想到你这么的少女心呀。不是，这个医药箱是科里的护士给准备的，应该是他们的。是不是在你们医院就追求你的护士特别多啊？没有，要不然我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啊。哎，不用贴。哦，就这样亮着就行了呀。嗯，亮着。你干嘛？我脑袋没受伤。这里想着难过的事儿也是一种伤，把它贴上了，好好睡一觉。明天就一切都好了。真假的？试试看啊。谢谢。还挺好看的。不是啊。哎呀，我睡哪儿了？哦，我跟你的格局应该是一样的，那个有一个客房。阿姨好，关雨晴，你关雨晴，你怎么会在我儿子家？妈，您来怎么也不打个电话呀？我来我儿子这儿，我不是挂号看病，我不用提前预约。
这不是都刚起吗？这，您，哎，我不是。啊，哎，刚起，你们俩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不是您想那样，我们什么都没干。阿姨，我说的是这个客户。上次你什么都没穿，住在他们家。他今天穿了你的衣服，睡在你这儿，说什么都没干，你们俩没事儿没关系，谁信？你以为你妈没看过电视剧？妈妈妈妈，您冷静点，真的。阿姨，这样，您先别激动，您喝点水。那个，听我们给你解释行吗？我早就妥协了，我妥协了。我同意你留在医院了。高建岭什么意思？高建岭为什么贼心不死啊？他为什么呀？儿子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他是高建岭派来在你身边卧底的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你怎么不信呢？你关雨晴，你给我坦白，你是不是高建岭派来策反清风的？妈，关雨晴跟我们家的事儿没关系，他昨天在外面淋了雨，又没带钥匙，是我要求他住在我们家的。